这个游泳池里边哈，有的那个就是拉门啊，上下拉门，那门上啊就是写着这个字，就是 "Staff only, please ask lifeguards for assistance."Assistance assistance 是帮助的意思，staff 呢是员工、职工的意思。Lifeguards 是救生员，他这说嘛呢？就是说，这个啊，你要是想用什么，你要问这个，让这个救生员帮着你拿，或者是你在他同意的情况下，因为他们有好些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漂浮物。就是不是救生圈那种啊，有那个就是，拴在腰上的什么的，